11月27日，左立在自己微博晒出一组与爱妻生活的温馨照片，并配文称：新婚后有了小月的陪伴，家里每天像忙年一样热闹新鲜。照片中他与爱妻熊小月在家里一起做家务，时不时相拥对视，十分甜蜜。粉丝们看了纷纷评论：左大爷，你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。结婚以后的左大爷笑得更开心了，最好的生活就是两个人一起做家务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